我没事，我没事。好，我会转告同学。林然，我妹妹没事了。真的？嗯。你晚上有事吗？我妈说要在家设宴，说要感谢你。不用了。 胸口闷闷的，感觉有什么事要发生。怎么了？不知道。微微说今晚店里盘点，怎么这么久还没回来？这么晚了？ 我之前给他打电话，感觉他有点不对劲，肯定是这个林然又惹他生气了。就你对林然太有偏见了，说不定待会儿林然就把薇薇给送回来了。你别瞎想，快睡吧，啊！你困了你去睡吧，我睡不着。我是真困了，我不住了，我先睡了。 薇薇，你终于接电话了，你在哪儿啊？我今天受伤了，然后也找不到你。我那个今天从床上摔下来了，把脚给扭了。薇薇，唐薇，你说话。我们分手吧。当你哭的那刻，多想要抱紧你呢。 却张开头，胸口像压壳，石头更沉重。那我们的故事会怎样起承转合？接下去用怎样对白才成？ 薇薇，你为什么要跟我分手？我们不是好好的吗？是在跟理想和真心话大冒险，是不是？就算是一个死刑犯，也起码知道自己做了什么。 那我做了什么？你告诉我。我们不合适。什么不合适？你告诉我我们为什么不合适？我做错了什么？你告诉我，我改。所有人都说我错，所有人都说我们两个人不般配。我努力承受这些压力，我努力让自己变得更好，好到所有人都可以忘记我们两个人之间的年龄差距。可是我做不到。 我没有办法变得更好，林然，我只是个普通人，我也会累。我想我的男朋友不是生活在象牙塔里的孩子，我也不想一辈子困在你编织的童话故事。王威。 唐薇薇，所以我努力和你未来相关，哪怕并不会有完美答案，管他谁不看好，我愿为谁。
是一百首诗也不够形容的，你是最明显的秘密，情话成了。你是我不爱吃的糖果就爱留着。虽然没公开，但戏里谁不知道，季寒是正宫，驱赶林然的追求者，但林然每次都宠溺不语。如果这都不是真爱的话，那我再也不相信爱情了。我要收起彩虹以外的颜色，给你的幸福从未见过，记忆的蝴蝶不要捉，最美的标本是爱过。我要收起彩虹以外的颜色，在辽阔不让世界包括，鹦鹉的羽毛不要摸。我今天受伤了，我也找不到你。我那个今天从床上摔下来了，把脚扭了。你是一百首诗也不够形容的，你是最明显的秘密，情话成了。是我不爱吃的糖果就爱留着，你是通往旅行的火车，到你想要去的。我要收起彩虹以外的颜色，给你的幸福从未见过，记忆的蝴蝶不要捉，最美的标本是爱过。我要说起彩虹以外的颜色，再辽阔都不让世界包裹，鹦鹉的羽毛不要摸，写字的笔那思念作。爸，微微，我和你哥出门办点事，你今天就好好休息一下，记得吃饭啊。去啊，微微，微微，微微，你对着电话都沉默三分钟了，唐微微，你到底干嘛呢？鳄鱼定律说，你是鳄鱼，如果咬着你的脚，你试图用手去挣脱你的脚，那它就会同时咬住你的脚和手。越是挣扎，它咬得越多。所以，万一有鳄鱼咬着你的脚，你唯一的解决方法就是牺牲掉那只脚。什么鳄鱼啊？想想，我是不是应该把甜品店关了？它就像是那只鳄鱼，我越挣扎，它咬得我越疼。微微，你是不是遇到什么事儿了？自从我决定开甜品店开始，我的生活就充满了波折，所有人都不支持，好不容易开了，业绩又不好，客流量少得可怜，镜子川也让我及时止损。微微，我记得你们心理学有几句话是这样说的，
当你对某件事情抱着1000000相信时，就会实现。当你怀着对某件事情有非常强烈的期待时，你所期待的就会出现。你说我说的对吗？坚信定律和期望定律。对，如果世界上唯一一个不会背叛你的人只有你自己，所以你为什么不自己试着相信你自己呢？好，我明白了，谢谢你哦。你还跟我说什么谢谢啊？欠揍啊是不是？啊？喂啊！欺负微微的狗男人！最近在干嘛呢？秦总，我们之前跟进的 AR 的项目，暂时呢基本上已经。你现在把公关部的同事给我叫过来，我有急事。好。秦总。好。秦总，晚安。秦总，秦总，晚安。去吧。啊。把这边也拖一下。好，等一下微微来就可以直接开门营业了啊。绝不让我妹累着。爸。哎，微微啊。哎，微微啊，我不是让你在家多休息一会儿吗？你那么早来干嘛？我做的饭吃了吗？微微，你大中跑来渴了吧？哥给你倒杯牛奶啊。是因为林然吗？哥说了，你跟林然不是一路人，不合适，早晚都得经历这一遭的。没事儿，谁年轻的时候还没有点感情经历呢，对吧？你就安安心心的，该吃吃，该睡睡，身体第一位。天塌下来还有你哥呢，还有爸呢，父爱如山，我是你的后盾。啊，好了好了，不说这个，你晚上想吃什么，爸回家给你做。对，我想吃糖醋排骨。八岁头，没问题，这八岁拿手了，保证你回家就能吃到热乎的饭菜。徐姐，赶快回家啊！走走走，走。怎么了？走啊！我们在这里，他发泄不了。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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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一百首诗。也不够形容的，你是最明显的秘密，情话生了。你是我不爱吃的糖果，就爱留着。你是通往旅行的火车，到你想要去的。
所有人都说我们两个人不般配，我努力承受这些压力，我努力让自己变得更好，好到所有人都可以忘记我们两个人之间的年龄差距。我想我的男朋友不是生活在象牙塔里的孩子，我也不想一辈子都在你编织的童话故事。旅行的火车到你想要去的，我要收起彩虹以外的颜色，给你的幸福从未见过，记忆的蝴蝶不要捉，最美的标本是爱过。我要收起彩虹，双方同意才叫分手，单方同意除非丧偶。分手，唐薇薇，休想。薇薇，最近李想来找你了吗？刚刚通过电话，怎么了？他心情不好吗？没有啊。他把我微信给删了，打电话也不接。你们两个是不是吵架了呀？还是你说错了什么？薇薇，你能不能帮我跟他说一下，我们两个人之间真的没有什么？什么？他一直顾及所谓闺蜜的男人，所以我觉得我们两个之间最大的问题和障碍，可能就是你。你们之间的障碍？我？作为一个心理学的专家，我喜欢理想，你不会不知道吧？嗯，那我就先走了，谢谢。好，你慢走。啊。说，做错什么了？他要跟我分手？凭什么呀？没啥，我对他不好吗？好，真的好。那他为什么看不见？林然，你别这样，他肯定看得见的。而且他还那么狠心把我给丢下。哎，兄弟，可是我还是那么喜欢他。听我一句劝，兄弟如手足，这女人就像衣服一样。哎，你该扔就扔嘛，哎，就事论事儿，扔吧。扔，对，来，我帮你扔。嗯，你才是衣服，你全家都是衣服。就是。凶什么呀？我这不是为了你好吗？说翻脸就翻脸，真分手。我努力了那么久才让你同意跟我在一起，现在到你这儿就成了单方面的。我是不是做错了什么？你告诉我，我该发什么酒疯？你看这个，他们让我扔掉，但是我不舍得，因为是你送的。姐，为什么从小到大每一次我做错事你都会原谅我，但为什么这次就不行？
就算你不把我当男朋友，把我当弟也行。不想让你离开我。多少呀？喝成这样，来，喝点水。怎么样了？现在病人血压恢复，心率也趋于平稳，过敏体征已经送去检查，现在基本脱离生命危险。今晚在重症监护室观察一晚，明天看情况，如果一切正常，就可以转到普通病房。谢谢医生。谢谢医生。林阳，放心，他没事的。
吃点东西吧。给。我不吃了，你去忙你的事情去吧，我想一个人待着。好，我放这儿了啊。他还好吗？你也别太累了，注意休息。我哥还让我签合同呢，我得先走了。微微，吃碗面。来吃。微微，林然的爸妈今天给我来电话了。他们什么时候回来？他们想让林然出国去治疗。出国啊？对。他们在国外找到专门治疗过敏的专家，已经订好了医院，最近就会过去。他的这个病始终是个隐患，我想让你表哥过去那边照顾他，因为国外他熟，但是你也要照顾好自己，你才有力气去关心他们，对吧？嗯，我知道了。你慢慢吃啊。病人情况现在已经稳定了，您放心吧。谢谢你啊。没事。
季寒，你怎么来了？嘘，他还在睡觉。林然他怎么了？他没事，现在病情已经稳定了，放心吧。嗯，我先出去一趟，你帮我看一下好吧。老板，你这甜品上错了，我点的不是抹茶千层。抱歉抱歉，我现在给您换。老板，你没事吧？啊，我这还有事，我就先走了，这个我也不要了。不好意思啊。怎么了？没事。来，微微，我来了，没事了啊。嗯，你好好坐着休息，我去给你擦。现在过去。怎么了？林然没事了，我去看看林然。好。进去，没事，我看一眼就好，反正他都醒了。想哭就哭出来吧，别憋着。你们别误会，我是代表学校来的。我们误会？你刚刚和林然干嘛？他还好吗？他没事，已经好了。谢谢你照顾他。微微姐，你怎么不进去看看他？我知道了。我其实我想你应该也累了吧，你先回去休息吧。
我们进去。林然的事情，你到底怎么想的？香香，你知道吗？如果现在我是20岁，我会抱他，或者嫁给他。但是我现在28了，维系我们两个人之间的感情，仅仅是他那少年的热血。直到有一天，生活的琐碎把热情都磨光，他会发现我比他先老去，到时候或许他会恨我吧。恨我在他年轻的时候没有阻止这段感情，让他这样发生下去。想一想，我觉得我在他身边就像是一个定时的炸弹，随时都会爆炸。微微，那杯糖水只是个意外，你不要多想。所有的事情发生都一定有它的原因，今天这场意外或许这就是个天意，我不想当他的厄运，我不想让他越陷越深。微微，离开我，他还有更多的选择，每一种选择都可能比现在更好。我不想拖累他。不管怎么样，我都会在你身边。你先走吧，我想一个人静一下。别哭了，那我先走了。唐薇薇，我以为你走了。我揉揉眼睛呗。叔叔阿姨联系了国外的医院，他们这些天也会请假，他们想让你彻底查查这到底是什么毛病。你去吗？我看了医院挺好的，医生也都联系上了，全部都是专门研究过敏的专家。我再问你去不去。叔叔阿姨很担心你，这次是我的错。我再问你，作为女朋友的你，你去不去。再辽阔不让世界包括，鹦鹉的羽毛不要摸，借自你让我去，你不去你赶我走是吗？林然，你冷静一点。那你回答我呀，那你看我呀。林然，叔叔阿姨很担心你，他们希望你去治病。我不管他们怎么想，我也不管他们说什么，我是在问你，你是不是要赶我走。我不爱吃的糖，唐薇薇，告诉你，这次我走了，我就不会再回来了。我要收起在乎以外的。
这样对我们都好。记忆的蝴蝶不要捉，最美的标本是爱过。我要说七彩虹以外的颜色，再辽阔都不让世界包括。鹦鹉的羽毛不要摸，写字的笔那思念错。我要说七彩虹以外的颜色，给你的幸福从未见过。记忆的蝴蝶不要捉，最美的标本是爱过。我要收集彩虹以外的颜色，再辽阔都不让世界包括。鹦鹉的羽毛不要摸，写字的笔那思念错。出来一下。好了。嗯，好了。夜空下，少年乘着帆，推着纸花浮上岸，青梅这一只小船，随波逐流，细月追赶，悄悄叹，驶过秘密的夜晚，微风止不住的愿望，星河滚烫，你是理想，悸动在心间隐藏，写成情书两三行，思念都印在云上。走过春光，走过夏日潺潺，听爱的声响，我穿过花海与你相望，结果是梦醒一场。我心里藏的那个他，用心沙回头，我告诉你，这次我走了，我就不会再回来了。你看见吗？我心里想的那句话，明知道没回答，可我偏要用爱做法，将你融化，回回我吗？微微，你能放得下吗？我不知道，可能当初就不应该在一起，现在分别或许就不会那么难过了吧。你真的能放下林然吗？我比他大那么多，如果明知道这一段是一个错误的感情，我还坚持，这跟骗他有什么区别？靳子川说的对，及时止损或许才是正确的选择。放下也好，放不下也好，一切总会过去的。柚子，当初他来我家的时候是我去接的他，现在目送他离开，也算是有始有终了吧。我们走吧。谢谢。走吧。走。欢迎光临。姐姐你好，我要这个瑞士之雪。好。
林然，姐姐。哦，不好意思。好，谢谢姐姐。蛋糕烤好了。哦，好，我过去看一下。林然，能不能别这么幼稚？我哪里幼稚了？赶快给我回学校。不要。那只猫，哪怕只是在雨天也好，我更喜欢你，哪怕只是假装一辈子情侣也好。唐微微，无论别人怎么想你，我都永远相信你。那我的愿望就是，我的目标，我的生活，全都是你。我现在能吃糖，还能吃甜的，我们是一路人，对吧？就算你不把我当男朋友。也行，我不想让你离开我。Thank you.
准备出差。二哥。情绪唤醒模型包括三个亚系统，第一是来自对环境输入信息的知觉分析，第二是在长期生活经验中减低起来的对外部影响的内部模式，包括过去、现在和对将来的期望，第三是现实情境的知觉分析与基于过去的经验的认知加工的比较系统。帮我订最早去美国的机票。你还好吗？姐，今天我客人订小蛋糕，甜品师傅裱不出来那种花。没关系，我来吧。嗯。好漂亮，姐姐真厉害，每次都能做出不一样的东西。这个做坏了，我们自己吃了它吧。可是我觉得造型很别致啊，不如我们推新品。可是这个蛋糕看起来不太甜，会令人沮丧的。我们既然做心情蛋糕，那难过和沮丧也是心情的一种啊，对吧？那就叫它乌云吧。说啊，你又火了！别算了，甜品店已经连续三周冲上城市热搜了，你这营业额后面至少加个零。我们公司的封面确定了。封面？
对啊，你们这儿不是前两天有一款乌云甜品一夜火爆吗？我就在我们公司啊提出了以甜品店为主题的封面拍摄，我们老板答应了，9月就在这里拍摄取景。真的假的？金九银十封刊在甜品店取景？当然了，有我的力推，再说你这甜品这么火，肯定啊，事情发展得很顺利。听说你这里有好多美食博主啊，经常来打卡。嗯，如果当初刚开业的时候能够像现在这样，可能就不会有后来的事情了。哎呀，别想那么多了。对了，我们的拍摄就定在下周六吧，你有没有问题？嗯，有什么需要我配合的吗？没什么需要的，就是你们有什么新品你要告诉我，给我一份菜单，我回头啊得向宣传传上去。新品还没研发出来，但你可以先试试。没事，你做的都很好吃，看着就不错。那你先忙着，我先走了。嗯，菜单发我啊。靳总，你又找我干嘛？忙完了。嗯，上车吧。你今天不忙吗？你们公司最近没有业务啊？多谢你的关心，我的公司一切正常。不是，你已经跟了我3个月了，就为了把我微信加回去啊？唐薇薇的店铺并没有卖掉，所以你删掉我微信理由不成立。不成立又怎么了？我就是想删，你有意见啊？你根本就不符合逻辑。今天有空吗？我们一起吃饭吧。吃什么好吃的？你会喜欢的。看在你这么积极的份上，准了。走吧。这个甜还是不对。